水哦，一到成功啊，甲掌声鼓励鼓励。哦，就把它取下来。好，做两根勺。哇，你看，哦，这支就叫做零的有无？哎呀，这边很松，然后这边，哦，鬼弄阿苏比，这个，也是阿苏比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哦，它整个和尚头往下掉了，伊规个规个硬老了哦，所以晒下车一直烧一直烧啊，惊白。啊，新的是安尼啦，好。啊，这个正常就是我想剥起来，几乎用手掰不上来，叮当好正常。啊，这底下拽拽安尼，好，来，继续啦，来开始。我们这边先。啊，这不是我听的，这恁倒的。这还好了，我见有白龙雪在给你布斯基德嘞。你后边还先剃头还先剃？这是这顶的吗？这一个，这一颗。这个先装上去，应该先夹下好啊，夹下，等下咧用较好用啊。到十年前要甲你换一届，歹换到要下。这边要磨一下，要直上。好，拴进去。我是感觉这个是麦豆先插只较起的，现在你安尼叫做歹插。一般是爱先插的，是啊，这个先顶才会当插的。这先落去，再等下再插入。无你这是这先掏掉，因为一般是瘦的较起的较瘦的。开始安装，啊，这个是这边先把它干进去，之后我爱你等下这个插给这个插的。好。啊，这个要先啊，你落去嘞。还不够做零的，什么？那是开的呢啊，还是要低调。来，这个三脚架安装之前哦，这个发现一个问题，看起来是不是都没有破？但是它里面这个已经放大了，然后这个还好，哦，伊就是可能那个啥，三角架算零的，一直摇一直摇，摇到尾你看哦，这个正常进去要很紧，但是它变成这样松松的，哇，松松的这样是不正常的，哦。然后，所以等一下用油压的把那个顶掉，这个要干进去之后，要像这个哦，紧紧的，这样很不容易塞进去，这样才对哦。好，开始来，我们进来这个暗间啊里面，要开始。哎，这别干红豆酱饼应该不？伊这个香饼拢固定，香饼拢固定，拢会等你这边拢会。好，啊你做你的，啊我休我的就好。真疗愈诶！哎呦，我惊，用惊到。晃动啊，变大，好来。好，抹一些牛油。啊，这拢不在搭诶。差不多。好，完成了，要开始了。看卖。也有缺口向内底，这个向内底，这个对，安尼，来，这个要先塞进去，先拱起来，先拱了，这，安尼，这个有拱到真崩啊，无，一拱这，一夹的尔嘛，空头尔嘛，嗯，因为这种固板是硬啦，好。敲进去之后，应该接下来行，再行行撑了。可能要再一点点嘛。
迄两只阁要先锁，还是要先龙头？我先行，我先行。哎，先行。敢那，我敢只阁插头前。哪个个头前？嘿，阿个插头前嘞。我记着呾插到尾啊，插到底。啊，老公，甲喷一下较紧，喷一下较袂输。啊，来讲无要紧啊。OK。这咱无大块。因为车卡咧长，还佫比这较大。对嘛？老公，甲你讲，老公爱转润滑液，转车差足济啊。唯一按的手硬足，咧缩足歹用的。好，先压上去。好，水。那个螺丝的设计就歹调的，来，你要枪先放进去，之后回旋头伸上去，好，成功了。你这挖起来了，这敢是真？防雪手来倒扔螺丝的，伊这是我那防松脱的呢，那锁定那真歹锁，吓，先夹咧，然后拿两颗把它雕紧。它这个安装就是有个顺序啊，三角带，来，等待过程来记录一下，这个距离是这样子，大概通安尼出来。比较强，这个就是防倾杆。那个你要枪啊，有的时候车子扣扣扣扣怪声，你要枪可以先看一下。想拍摄一点，哦，就是慢慢把它转紧。然后它就是在转的时候，也是会对灯，它就是要先弄这一根把它顶住，安尼较袂对灯。你但是管顶应该冇一个六架会当固定的，但是太做做歹转的啦吼。嗯，太老歹。嗯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它在转的时候，它会跟着转啊。伊这无固定的呢，真夭寿呢。这个有啦。伊个无。无看嘛。系啊，所以嘛是一定安尼做到成功的对吧？伊它食落变硬就还好。系啊，爱加一个防。放松的你腰吧，哈，夹落，对啊，夹落个阿夹。安尼可能护枪应该是不会的物件。哇，你看这一支，它这边有这个防松脱的六角的嘛？啊，这个嘛有啦。对，安尼所以我感觉安尼有差哦，这支敢完枪的，这应该是换过啊，没有斜的。啊，完枪的对啦 ，BMW 的啦，所以原厂 BMW 它就是有做这个。六角的，它可以这样固定，哦，哇，这个地方，它、啊、这个四面的就没有了，四面的，啊，就熟就好啊，哎呀，这是八 P 的，迄两对完整的，哦，白龙雪这边19号的白龙雪来帮忙转一下，因为这个在转的时候，伊的牙咧食足少的，哦，就是这样雕，帮忙一下好 ，OK。不然等下它转蓝的了。啊，然后那一边再装的话，以此类推，啪啪，来，好了。哦，非常辛苦。哦，都换好之后，等一下就可以开始定位啦。最后，铝圈装上。今天在这边奋斗了半天，哦，真辛苦。哦，暂时先锁上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高雄叶同学跟我抖内赞助的这个扔子，给掌声鼓励。装好之后，我们来摇一下，来你摇一下，哦，在在啊啦，安尼 OK 啊啦，来你再摇一下。我阿姨即卖伊咧摇哦，迄边两边的联动，安尼摇，好 OK， 好，降下来定位，着地之后。扭力扳杆，雕紧就可以定位了。